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专治网红。听说你们都想看童子功，我今天特地来到了江苏南京挑战一下。先说好，作为业余选手，我可以挑战，但输了不许喷我。有谁愿意接受挑战？好，叫你了，叫你了。几岁开始练球的？8岁。练球几年了？4年了。拿过优异成绩是什么？浙江省第一。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专治网红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羡慕童子功了。